这个本事，因大部分手下应该拢在外口啊。诊所内面应该只有医护人员跟陈东俊彦。那个高老师弄的家，哪来陈东俊、林子谦人嘞？我都知道你会来啊！你现在找我爹家，是向头头给你通知的。你唔肯讲啊？不要紧，我家己去找。这边我绝对袂让你有机会破案。是不是江律师给你通知的？包括这几路，伊用我都精准来掌握着阮的行踪、阮的位，是不是江律师给你买手去啊？等等的，你真正足搞错伊的，我已经有讲过，不是我，是咱做你就是不相信我。今麦赶紧通知陈委员，想知影陈文瑶够有报警。我确实有买手去弄一个人。我白收血啦，就是你。你莫在咧胡白乱讲话。我哪胡白乱讲啊？你唔是教过我，上危险所在，嘛是上安全所在。所以，我当然为你下手啊。等等诶，原来迄个内鬼就是你。你莫听陈明宇在咧胡白乱讲。这两天我根本无甲伊单独接触过。感谢呢。你袂记啊？今日下晡，阮甲恁的车走来以后，咱两个人真接近。我甲手机内面陈东俊、林子谦在亚杰后壁，藏落水的相片，你看。就是你看相片的时阵，我偷偷甲追踪晶片放在阿妈娘后壁。你讲的，就是这物件。微型晶片留在里面啦，是伊林介绍我的，真好用啊。我先去通知陈委员，等等的，你的后事交给你处理啊。一定要洗清的东西，独立而已。你是律师呢？免得为了赚钱，袂记你当初王法律的精神，你自作为孽，帮助害死阿姐凶手，你良心是要告无去，是不是？那你干我！我冲啥？啊！你台湾好戏？你是一笔话？哎，小雨走去啊！警察抓起，啊若无大，警察来抓咱啊！紧来啦！拄只甲拄迄刀，唔知影敢有这严重诶？小雨，你别个走啊！慢开，干慢开！慢开！地主家看。
刚才陈文瑶去用江超强救走啊，江超强会甲这个人斗相共，敢是因为我的关系？你实在是真憨笨呢。小雨受伤啊，结果恁这侪人啊，无在条该动乱。啊，佫有陈英，伊拄仔想要放手。当然是的啦，我嘛唔知影啊，拄只在个石头牵着我的手啊。江超强讲已经报警呢。咱若继续留伫遮，一定有警察抓到的。咱先回来，把事先带走啦。我真毋知要安怎讲你呢。你一个人好好啦，话走就用个走啦。你偏偏要搞一个要死毋死恶毒的查某，你才是。好啦，你莫甲我讲遮有诶无诶啦。非得我若是要走，就是甲子谦做伙走啦。你若是阿妈家放咧唔管哦，我著归去，互警察抓去啦。安尼至少子谦还阁有机会哦，借物就医啦。陈委员。你哪会当确定林子倩会当好好治疗？咱以前总已经不要空啊，会去用警察抓去，还是陈文瑶遐个人抓去，还阁无一定。你这粗残，一刀把小雨剁落去，伊毋知伤到偌严重，敢有在条抓人？你真好胆呢！你当我的面，你害我的后生，你我敢袂当无安尼做？你到底要救多一个后生？是陈东俊，还是陈小雨？你家己想清楚，才来替我算账。好啦，到底是要走唔走啊？直接要等警察来念。张伟，陈英，车开过来。陈九，你到三江，把林子谦一查某抓住。是。为了江超越已经看到我，心里一个冷静，让他认为我是在斗三工，这样也过敏了。他才会对我有防备，认为我有白想法。你来啊，你有对我强吗？你多早呢？我呢？你的工作处理安怎？医生怎讲？啊，无代志啦。医生讲陪我上尔，工作健康歹歹就做得好，别烦恼。那不是为着要安康我的身份，你嘛免去给我剁一刀。我惊我家己袂晓责任，若是剁伤心是安怎？是我看袂出来。我是无骗你，医生又讲康出去过两天就好了，你真正别烦恼了。歹势啦，我这个人就是较急性，啊，所以我无亲目睭看到的就无法度放心。管怎讲，你是为着保护我才受伤的。陈东兴这个人本来就够猜疑啊，我搬这出苦肉计给伊看，伊更无可能相信。而且，真正无代志啦。你别阻止。不管怎讲，我还是爱甲你说多谢。别讲多谢啦，拢是为了雅姐。你现在要从啥？我跟袂用来看伊啦。我看伊是看我想我会唔对，我叫伊耍来，免他报警着吧。我靠劝你啦，别失去警觉，因为就算我受伤，我嘛继续假释陈东俊，一直到伊讲出雅姐黑龙江。小雨啊，你无回档呀？当然，我是真正关心你，才来看你的。伊明明就无安好心，佮替讲要创啥？我若无拄只，我讲有速度一刀受伤，医生在边仔去点点，拢袂出声，拢袂跳出来阻止。伊哦，讲着假好心。
是啊，我就是跳过来看你，是不是搁变什么出头，想要骗我？那是讲哦，你嘛真无路用的，我这个千军的，甲你母甲倒伫咧病床安尼，要死啦唔活呢？真正无啥我进前学你学遐武术，结果你竟然也是摕来对付我啦！你是？小雨，你哪少干安尼啦？是不是伤到细胞？我怎么叫医生？免啦，我看你喏，估是来看我是不是继续伤的。小雨，你哪安尼讲话啦？当然无迄个意思啊。飞条无可能遐简单就死啦。我介绍成一支戏子，看你喏啊，飞连吞嘴喏，咪刚刚硬用。无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我一入门啊，你一开嘴拢无好话啊！是因为前夜伊甲我提醒啊，伊讲顶回我受伤时阵，至少你有扎一个臭臊的芦苇汤来看我，为着不爱落人的嘴，所以我不得已啊，才有拖去买汤来看你。你搁惊讲后话啊？你的正常发挥敢是无情无义？我看你归去啊，顺便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啦。啊，若无，万一骨头表面真正要来给你收起，你连航空嘛无在调呢。你讲这有钱就惨我，敢唔免？我进前有一个不孝子啊，甲我开讲哦，伊要暗算要等你碰到啦。佮有一个不孝女嘛，甲我开啊，讲叫我爱惜福，至少啊，伊是穿鱼汤来看我，唔是穿背包。哼，林德安尼对待我，我安尼回敬你是拄啊好尔，敢毋是？好啊啦，恁两个要减讲一句啊啦。小雨，当然都是单纯的来你看的，啊你讲我听这里歹听，啊大气氛用到这里歹。即马是安那？阮爸阿囝小欠债，你有哪有意见啊？当然是啦，王家。我跟你讲，卖阁想要推卸啊！我心内是甚么款的想法？真单纯，我就是找伊登来看你。登上岗位啊，就无需要加讲。稍等嘞，阁有甚么贵事哟？陈东俊还是王亚杰，你真清楚。这件代志，你无落替伊收尾。伊若是继续跟伊斗相共，互伊闪避，伊个负气形迹，你安尼是咧害伊。东俊是我的后生，我顾在伊，目睭金金看伊去死，我什么代志拢无做，我做袂到。专工去买的啦，别贪小人嘛，这对工作好完做好诶，来保重啊。